是怎样？去外面吃个麦当劳回来，结果出来之后马上在喷雨。我是没淋到多少，但就是啊，我眼镜湿成这样。进去屋檐的时候，雨瞬间变大，这样我等一下还要拍吗？我看一下哦。不过石龟上也不是说没有遮雨棚啊，算了，去拍看看吧。好了，那个雨衣买完了，然后钱也储，优卡也储值完了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拍摄吧 ，Go。
哦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居然是两台一起来避难，然后。